薇薇，等等我！薇薇，怎么突然就不高兴了？我之前一直跟你说让你去找Zack里，你听了吗？不是，突然间找不到联系方式了。你少够装糊涂！是不是只要是赵尔文不喜欢的投资方，你都可以放弃？是。可是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。明明是你的人脉，现在却成了他的资源。我也在想这事儿，周尔文确实挺有本事的。你感觉不到有人在抢占你的人脉吗？这有什么抢不抢的呀？你辛辛苦苦去找蔡克林，他倒好，表面上拒绝，背地里暗度陈仓，你不害怕？不担心？不担心啊。我要担心什么吗？他是在架空里团队负责人的地位。商场上，机会是不会等人的。我也是。